所谓中国产能过剩论并不是一个新概念。当年美国曾把中国向世界出口大量物美价廉的产品称为产能过剩，现在又给中国向世界出口新能源产品贴上了产能过剩的标签。按照这个逻辑，美国的芯片，特别是高端芯片，有80%用于出口，猪肉和农产品也大量出口，这种情况是否也可以被称为产能过剩呢？事实上，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出口占生产的比例远低于德国、日本和韩国等国，谈不上过剩向海外倾销。美方抛出的所谓中国产能过剩论，看似是经济概念，背后包藏的是遏制打压中国产业发展的祸心，旨在为本国谋求更有利的竞争地位和市场优势，是赤裸裸的经济胁迫和霸道霸凌。当今时代，供给和需求都具有全球性，不同国家的产能高低是各自比较优势决定的，必须从经济规律出发，客观、辩证、理性看待。中国的新能源产业优势是靠真本事获得的，是通过不断的科技创新和充分的市场竞争塑造的。给别人开药方，治不了自身的病，以产能过剩为借口，采取贸易保护措施，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，反而会损害全球产供链的稳定，损害新兴产业的成长发展，损害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和绿色转型发展的共同努力。我们敦促美方摒弃霸权思维，秉持开放心态，坚持公平竞争，切实遵守市场经济原则和国际经贸规则，打造真正国际化、市场化、法治化的经贸合作环境，同国际社会一道，推动经济全球化向更加普惠包容的方向发展。